我觉得这个只是外溢的议题啦，因为就是因为传出一堆事嘛，比如说 Pelosi 要不要来台湾嘛，那就让人家理解说你是不是趁机打台湾牌来试我底线嘛啊，然后也陆续传出有一些军售案在酝酿中嘛啊，然后美国也不是要把日本拉入 AUKUS 吗 ？AUKUS 哎，就是拉入那个美英澳那个 AUKUS 嘛啊。那甚至传出要让日本享有核武嘛，就是安倍希望能够这么做了。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针对台湾而已啦，就是针对美国在亚洲的布局啦。那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呼之欲出嘛，不然急着东盟去美国干什么啊？然后拜登又要亲自来参加东方这个四国会谈，我认为拜登来参加四国会谈跟希望东盟在5月12号去美国，就是为了印太经济架构要浮现嘛。那你可以看到一大堆东西在布局嘛，印太经济架构，然后这个我们讲那个 AUKUS 要邀请日本加入啊，然后实际他也在布局嘛，在澳大利亚要新建核动力潜艇啊，啊，然后在所罗门啊也跟中国杠起来嘛，对不对啊？我所罗门这一局还是中国赢了，对，没有错，因为他那个副警长能力太差嘛，所以美国等于是去那边拍他的头了，说你能力真是有够差哈，还要老大自己来这样，那这个没有办法啦，因为那个所罗门的总理就是要搞内部平衡嘛，那你一定要把中方拉进来，不然澳大利亚跟美国早晚会把你推翻嘛，这个就是现实的政治啦。那暂自保自救，暂且做了一个让步嘛，就是说，哎，宣誓不会盖军港啊。那可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立刻宣布说，我们都不相信啊。所以这个局已经发生了啦，那就只会往前走了。那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反正这个力量到哪里，那布局就会到哪里了，就会变成这样。不过如果这一个通电话可能只是例行性的中美交涉谈判的其一哦，那不管是印太的这一个动作美国更积极，或者是这个东协的峰会五月要定在美国开，这整体的布局，但是谈话的内容显然从中国大陆这边所发的新闻稿里头，他最关心的还是台湾。因为台湾最近确实啦，我觉得美国是不是在台湾预演一个类似乌克兰的牌啦，中国当然会担心嘛。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让台湾变成死守城镇战这种局啊？那现在坦白讲才刚开始啊，因为你说那些教招打了两个礼拜就可以打城镇战，我也非常怀疑啊。可是就是，我认为美国逐渐在把台湾弄成这个远征前进基地的一环啊，所以未来会朝这方面去演练啊。我觉得这个局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而且因为民进党政府基本上那个底线也很清楚嘛，大概就是不会公开搞法理台独，所以挑衅的动作搞不好是美国自己做的，你懂我意思？因为民进党看起来就是比如蔡英文不可能自己去搞法理台独嘛，修宪啊，什么独立建国啊等等，或者宣布台独等等啊，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个动作出现了，比如太平岛跑到要从1150公尺延长到1500公尺。你说这个是台湾突然想要做这件事，你认为有可能吗？太平岛距离台湾1600公里 ,F-16 都飞不到。我们运输机才飞得到啊，因为我们没有空中加油机啊。那太平岛距离永暑礁或者大陆叫永暑岛 ,190 公里。距离越南470公里啊。所以你把它延长到1500公尺，这个明显就是 F-18 的起降的跑道的长度嘛。那 F-18 就是美国航母的舰载机啊。你说他已经把太平岛视为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未来可能的中继的基地，或者说在规划，或者可以我们也可以说了，说意外迫降了，意外迫降多一个地方可以降落了，因为它的周边是越南跟菲律宾嘛。那越南跟菲律宾不一定会愿意让你迫降，你懂我意思？那他可能就因为美国人想事情是想很远的啦，他可能会想到说，我万一在南海发生状况，那有一些飞机一时飞不到航母迫降，那越南又不让我迫降，怕得罪中国，那菲律宾也不愿意，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迫降在太平岛吧。我觉得这种构想台湾不可能去想啊，因为南海距离台湾太远了，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象那边会有海空作战嘛。我们去那边是海巡署，本来还是我陆战队啊，后来改成海巡部队，海军部队在那边也只有一两百人而已啊，怎么会去想这种事？这必然是美国想的嘛，啊，可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浮上台面，那你认为中国大陆会怎么想？所以在太平岛加长跑道这件事情呢，台湾并不是为了自用，是准备给美军所用，是这样子解读吗？我们不会承认啊，可是军事上我实在想不出台湾怎么用。因为我们现在的运输机就可以降落了，运输机不需要那么长的跑道嘛。那我们 F-16 飞不到，我们美国又不卖我们空中加油机，那请问你这个是要干嘛？这个逻辑很清楚嘛，你还要问我吗？